大家好，今天我开始了我的第一 vlog， 就是这些的 vlog 呢，我就会说关于我的衣服吧，每一天的衣服，如果我可以发每一天，我就发每一天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太有空的话，我就不太能发。但是现在呢，我真喜欢这一套，本来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黑色，然后我今天完全都是黑色，我让你们看看。噔噔，你们看看，因为今天呢，我选了这个帽子，因为这一天我不想那么就是成熟的人，所以今天我选了有一点那个少年的感觉，所以今天我选了这个，很像一个就是在学校的时间，然后还有这个花，因为我很喜欢，因为它有猫这里。然后呢，我打了这个裤子，因为它让我很长，很长腿，这个好好看。然后呢，我选了这个鞋，因为它有一点给我那个有那个 international 的学校吧，因为我很先看过有学校穿这种的鞋子，所以我今天很喜欢这个 look。 然后我还有饰品这个项链和这个戒指，因为它都是黑色，然后这里它也是花，很搭配这个。然后呢，它有一点点绿，它不是绿色，它是紫色。我一整天以为它是绿色，这一套我觉得完全都很搭配，所以它让我很开心今天。然后如果谁喜欢的话，如果谁觉得这一套好看的话，我要更多搭这种的衣服，然后穿上来，然后给大家看看好吗？谁喜欢不喜欢，能告诉我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拜拜，今天拜拜。